胡说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你爸。你不认识他，你就把他塞桌子底下呀？你要认识他，还不得把他怼汤锅里啊？我这不卖炖肉。妈，我看这老板娘好像没那心，咱回家。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。大爷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啊，但是外边天这么冷，回去吧。哎，对，这话说的对，走吧，咱回家。来来来，你别让他把我领走，他不是我儿子。哎呀，哥，有情况啊！我有啥情况啊？爸，你说啥呢？我不是你儿子，我还是他儿子。你儿子咋长这么大了？结婚前你得跟我说呀！你要干啥呀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看你这人脾气那么暴呢？人家养生专家不都跟你说了吗？Come on， 莫生气，哎呀，莫生气，气出病来没人替，没人替，耶耶。哥，没起，再来一遍，耶。哥起了。你俩有病吧？什么有人替没人替啊？我看你俩挺来气。不是你来啥气呀、啊？哎，刚才你说我爸长得像大脸猫，我是不是就没来气？没来气。哎，你看看，你那女朋友长得那么像蓝皮鼠，我说过吗？说过吗？你说谁像耗子呢？他说不说你也像啊？对了，爸呀，咱们别跟他们搅和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啊！我不回家，我不是你爸。不是你这干啥呀？怎么回家？大爷。人家都说不是你爸了，你耗着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他不我爸，他谁爸呀？我爸，爸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太讲究了。你妈挺好的，跟我爹上海南了。快等会儿，你妈跟谁上海南了？我爹呀。那他呢？这我爸。你家见识挺全嘛。来来来，老板娘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看你这意思是有点明白了。你瞅瞅，就我跟这位老先生往这一站，就除了这个年龄感不一样，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特别像？除了这身肉，哪儿都不像。那我别的地方不是随我妈了吗？我去，爸，那我是你亲儿子还能有错啊？这事儿得问你妈。爸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咱们赶紧回家吧，都走吧。停住。你再耗人大爷，我马上就报警。哎，你站一下。大哥，太费劲了，不行别要了。爹说不要就不要了呀。我家不有吗？咱俩就一个。那有用一个的吗？咋的呀哥？你嫌我埋汰呀？你别搅和我了，爸呀，你赶紧回家吧，人家都要报警了。哎，行，我这回听出来了，我看你们俩呀、是真父子，你们俩肯定是有点事儿，今天就在我这个早点摊上给我说清楚了。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要是你不孝，我可真报警。不是，他不是对我不孝，他是对我太孝了。打我上了几岁年纪呀、他就天天查秘籍找宝典，光江湖上那些专家他就给我找了一大帮啊。每天早晨3:30就得逼着我徒步到公园去练那个健身术，接下来呢还得向后慢跑3里路，然后还得练甩手操，接下来还得干这个。你这是干啥呢？模仿野猪蹭大树。每天早上那顿饭就是这么一大块山药泡陈醋，我跟你说大妹子不怕你笑话，现在我做梦我都想吃根油条喝碗豆腐脑。大爷，我天天这点搁这喝豆腐脑，到点就来，我天天请你。
大哥，想喝豆腐脑还不容易啊，喝。哎，拿过来。人家养生专家都说了，豆腐脑不能喝，你点豆腐得用石膏，那个石膏全是骨科医院病人糊腿的那个。你看看人家孩子吐的。说什么呢你啊？送你了。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人家我这全是健康绿色食品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，大哥。吃油条。哎，爸，油条更不能吃了，人家专家说了，油炸食品不能吃啊。不是你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忍你半天了。你这儿子太不像话了，我要不是看你爸面上，我让你在这儿待会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想待待，不想待滚犊子。你骂谁滚犊子呢？我没骂你，滚犊子不是骂人，大哥告他。犊子，是我们对刚出生小牛的爱称。就是牛宝宝。滚，是我们对奔跑的形容词。明白没？奔跑吧。牛宝宝。哎呀，大爷！爸，这咋了？啊！赶紧把那药都掏出来，走。天哪！来，哥，这个补肝的，这个护胃的，这个通肠的，这个润肺的，这大瓶呢？这个是三天不撒尿，膀胱也不下坠的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给我起了吧你们，这一大堆到这时候都没用。哎呀！呀，缓过来了。媳妇儿，这豆腐脑还能治病啊？缺心眼儿啊！大爷，这虚脱了。哎呀，我。